竹节虾, 生呛。 美马虾线。 太香了吧！小贵，下次能把虾线给我处理了吗？拍断的整虾线真的是太麻烦了。你必须要自己把虾线摘回来，有仪式感，你不感觉吗？太麻烦了，真是。 为啥这么鲜呀？生呛虾真的好吃，肉质老脆了。但是这个竹节虾的虾线全是蛮黄的。对，真的竹节虾的虾线基本上吧，满满的全是沙的。哎呀，放两个小蒜片。